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2号星期二，我是主持人肖芳，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旧金山发布2022年艾滋病年度报告，PG&E 为筹 14.6 亿稳定财务状况又申请涨价，11月份美国 CPI 基本没变化，联储会或维持目前基准利率，苹果手机重大升级，预防手机和密码同时被盗，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习近平开始访问越南与越共总书记会谈，以色列军方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多个地点，泽连斯基访美获拜登承诺支持，但援助要求遭国会领袖的质疑。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本台记者陈永清12月12号旧金山报道，旧金山公共卫生局日前发布了2022年艾滋病毒流行病学年度报告，概述了旧金山在实现市零新艾滋病毒感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强调有色人种社区和无家可归者面临的挑战。报告显示2022年新增艾滋病毒诊断数量为157例，比2021年的166例略有下降，自2019年以来总体下降了 12%。 本台消息， PG&E 最近又提出一项令人惊讶的 14.6 亿元提案，用于支付该公用事业公司最近在野火缓解方面的支出，并帮助该公司稳定其财务状况。就在11月16号，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刚批准授权 PG&E 将每月账单提高 32.62 元。此次提价将于2024年1月1号生效。如果 PCU 批准 PG&E 14.6 亿元提案和临时提高费率的最新提议，客户每月账单将在2024年5月1号再次大幅上涨。公用事业改革网络执行董事托尼警告说，对于 PG&E 的客户来说，2024年将是痛苦的一年，一旦所有增加的费用加起来，他们可能会面临每月比2023年增加40到60的账单。本台记者陈永清12月12号旧金山报道，圣马刁县荣获州创新移动友好应用程序奖，该应用程序帮助外展工作者改善对无家可归者服务，这是该县努力为所有想要庇护的人提供庇护所的关键工具。该应用程序供内部使用，但它是一项新颖的技术，使外联团队能够快速响应有需要的无家可归者。下面来了解美国新闻。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份的前12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1%， 较10月份的 3.2% 的同比涨幅略有下降。11月份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石油价格之后，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比10月份上升了 0.3%， 环比升幅略高于10月份的 0.2%，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4%， 同比升幅与10月份持平，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联储将于周三做出最新的货币政策决定，预计将再次保持基准利率不变。12月12号，哈佛大学集团宣布，该校校长克劳丁·盖伊将继续担任校长一职。这表明国会右翼势力迫逼迫该校解雇盖伊的企图已经失败。
上星期，这位非裔校长在国会一场有关美国顶尖高校反犹言论的听证会上坚守自由立场，其不卑不亢的回应遭到了国会保守派议员的强烈抗议。盖伊是不到六个月前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他是这所常青藤盟校的第二位女性校长，也是该校第一位非裔领导人。上个月底，加州一名华裔女程序员被发现死在旧金山的家中，现年29岁的费舍尔因涉嫌谋杀金伯利王而被捕，目前被关进旧金山县监狱，并在11号下午短暂出庭应讯。旧金山反家庭暴力倡导者厄普顿称，金伯利王之死似乎是旧金山今年发生的第一起与家庭暴力有关的凶杀案。检方透露，如果所有被指控的罪名成立，费舍尔将面临坐牢26年，甚至终身监禁。12月12号，苹果公司发布了 iOS 17.3 的第一个 beta 测试版本，其中包括一个新的被盗设备保护功能。在访问存储的密码、更改苹果 ID 设置、查看支付信息、禁用查找我的 iPhone 这些功能时，需要使用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但是没有使用密码的选项。这一新增的功能是为了防止窃贼在知道用户密码的情况下获取关键设备数据，并将使清除设备数据并将它们转售变得更加困难。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关注新闻快车道，我是肖芳，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历经了3年新冠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形势引发各方关注。11号到12号，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明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会议指出，明年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及跨周期调节。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但也指出中国发展有利条件强于不利条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6年来的首次。他此行被认为意图对抗美国对越南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习近平抵达河内机场后发表讲话，称他将与越南领导人就全球战略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未来方向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举行会谈，以便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天，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了会谈，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越南的累计投资额达260亿美元，在对越投资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目前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越南是中国第4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175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可以、将会并且应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但英伟达不能出售最先进的半导体给中国企业，否则会让中国能训练他们的前沿模型。
中国外交部12号表示，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毛宁重申，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不利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美方多次表示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把这些承诺落到实处。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吴嘉喜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止2023年11月，国家高新区总数达178家，依托66家国家高新区建设了23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22年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达到 17.3 万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全国 14.3% 的 GDP， 贡献了全国 13.6% 的税收。国家高新区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出台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将于2024年6月1号起正式实行。此举对于完善标准化制度规则，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台消息，中国最高法院12号发布消息称，陕西省宝鸡市中级法院12号一审公开宣判，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盛光祖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对盛光祖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本台消息，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号发布消息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李鹏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鹏新的落马使得今年来公布的被查中共中管干部增至45人，超越2014年的38人，是2012年中共18大召开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12号起对澳大利亚三大红肉出口商解除贸易禁令。中澳两国在2020年至2022年之间爆发激烈外交争端，澳大利亚许多高获利的出口商品实际上都被禁止进入中国。然而，随着两国关系去年来已有所改善，中国终止对澳进口大麦征收关税，并恢复从澳进口煤炭和木材。中国中央气象台当地时间12号的18点发布冰冻黄色预警，预计12号的12月12号20点至13号的20时，陕北南部和秦岭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冻雨。上一次发布冰冻黄色预警还是在2013年。北京市气象台12号发布暴雪橙色预警，预计13号早上到15号上午，当地将出现大雪到暴雪，部分地区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北京市教委决定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当天起停课，并采取学生临时居家学习措施，具体到校复课时间有待全市统一部署后另行通知。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以色列军方12号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多个地点，在南部临近埃及的拉法镇，有四座住宅建筑在以军空袭中被夷为平地。当地医院说，这次空袭造成20多人死亡，包括7名儿童和6名妇女。加沙中部的阿克萨烈士医院就表示，接收了30多具在晚间空袭的死难者遗体，包括16名妇女和4名儿童。而在北部，以军突袭阿德万医院，并下令所有男性包括医护到医院外。以军早前在北部搜捕哈马斯武装分子时，一批男性被拘留，期间他们只穿着内裤，双手被绑蒙眼，部分人获释后表示曾被殴打，未能饮食。另外，以军表示在加沙的行动中找到2名人质的遗体，经鉴定身份后已通知家属。以色列12号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集中轰炸南部大城市汉尤尼斯，在埃及边境附近的拉法市也爆发激烈战斗。以军表示已经包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位于加沙北部加巴利亚和谢贾亚的最后据点，部分坦克也向汉尤尼斯市中心推进。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投降，对控制加沙多年的哈马斯来说，这是终结的开始。以色列方面还表示，以巴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当地时间星期二起开放，有助令进入加沙的援助物资数量倍增。各界继续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情况。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的难民机构形容，加沙多地正处于公共秩序彻底崩溃的边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敦促以色列重视平民生命，更明确指示民众远离冲突，而哈马斯也有责任保护平民。联合国安理会除美国及法国以外的13国代表12号到访拉法口岸，听取有关提供人道与医疗救援的情况及困难，并实地视察口岸、物资仓库、医院以及海水化淡厂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事件是一场悲剧，持续太久，民众遭受太多苦难。对安理会来说，维护和平与安全无疑是首要责任，已经非常努力，也希望做得更多。美国总统拜登12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反对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两国方案，他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改组政府。拜登当天在华盛顿出席民主党筹款活动时说，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来最保守的政府，他们不想要两国方案。内塔尼亚胡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以色列正开始失去世界各地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必须加强和改变以色列政府，以找到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方案。另一方面，白宫表示，拜登13号将在白宫会见被扣押在加沙的美国人质的家属。这些家属希望美国和以色列政府更努力促成他们的亲人获释。目前仍有7男1女美国人质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失踪，4名女人质包括一名4岁女童早前已获释。美国总统拜登12号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表示，如果国会未能通过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将会是一份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圣诞礼物。但他也向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共和党人阻止新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仍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当天也到国会山庄，先后同参议院领袖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但他争取美国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遭到质疑。约翰逊在会面后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有关如何使用这笔援助金额的细节，
指出拜登政府要求的额外资金没有适当的监督，没有明确的获胜策略，也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的答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就表示，除非拜登和要求将有关补充拨款申请与边境安全措施挂钩的共和党议员达成协议，否则国会在圣诞节前通过拨款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原定于当地时间12号中午闭幕，但由于仍未就巴黎协议首次全球盘点达成共识，大会进入加时阶段。目前各国对气候协议中有关化石燃料的意见仍然相当两极，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表明不接受使用淘汰的字眼，欧美和岛国也表明不接受没有明确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协议。大会总干事苏维迪表示，11号公布协议文本后看到严重对立和分裂的观点，但就不清楚每个国家的红线在哪里。在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和吸纳反馈意见后，大会正起草一份新文本。有关化石燃料的措辞，苏维迪认为最重要是考虑如何达到平衡，关键是要达成共识。马来西亚总理安华12号宣布改组内阁，这是安华去年11月出任总理以来首次改组。安华在记者会上宣布多个政府部门部长和副部长出现变动，其中包括原国防部长哈桑调任外交部长，原外交部长赞比里转任高等教育部长，原高等教育部长努尔丁调任国防部长。另外，安华还对两个政府部门进行重组，原通信和数字部拆分为通信部、数字部，原天然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部拆分为能源转型及公用事业部，天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部。安华说，这一次改组是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应对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挑战。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标普500上涨21.26点，涨幅0.46%，报收4643.70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73.01点，涨幅0.48%，报收36577.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0.91点，涨幅0.70%，报收14533.40点。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由肖芳编辑播报，感谢收听。